喂，大家好啊，又系我雕哥啊，好人识你喎、啊，人起朵你起朵。点解今日系咁震呢？就因为今日要讲震蛋。呢、这个震蛋呢，就系台湾嘅品牌，近期超级红嘅一个牌子。牌子名唔记得，但系呢嚿嘢咧就叫小怪兽。小怪兽咧，其实就有粉红色、绿色同蓝色嘅三种嘅颜色，但系其实大同小异。但系佢最神奇嘅地方咧，就系佢拎出嚟摆喺台面咧，都唔觉得似一个震蛋。就算阿爸阿阿妈、细佬、阿妹、家姐、阿哥经过你间房都唔使惊，咁你都可以即刻入我哋网站度买一买。震蛋佢仲配合咗有个 app 嘅功能，都唔知分咗一个叫健康版同青春版。佢个外表嚟讲咧就一模一样嘅，但系健康版咧呢、这个就真系不得了啦，就系啲女士们想要嘅一个功能，就系、是、练习翻你嗰个下面嘅紧致度，就令到你嘅伴侣。或者你自己都會開心啲嘅，佢嗰個 app 咧就可以會俾你有一個訓練模式，咁訓練模式咧就係 keep 住叫你做運動 ，keep 住叫你夾實佢，咁樣夾下夾下就會夾到好鬼緊啦。咁所以呢一個咁嘅產品咧，都係近期我哋高度推薦俾所有大人去玩嘅。更多嘅詳情咧，我個人覺得咧就可以自己入去網站自己睇啦。我啲廢話都唔同大家講啦，總言之係咁震，係咁震，震到你好開心啦，都係我啲嘢啊！拜拜。